系已经开档调查，同时呢也呼吁污蔑警方的这名男友主动现身到警察局进行调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新闻热搜。首相更新第十五届大选之后出现选制议会，全球巡回说服游离选民，巴菲特说西蒙多两个月可迎战大选，拒绝土团党副首相之要求，沙特也说内阁已经有四名高级。女医生1.3万被转走，要银行负上责任。女医生已采取法律行动。土耳其两起离奇车祸，被三大命撞上车祸现场急救员和。